为方教勇。清高红红恩情一旦抛红日的心任他皇亲国戚，哪怕后不恭亲，王子犯法同罪名，俱要按律而日行。王金龙，蒙神恩，帮我把父寻案，奉命巡查山西，在洪洞县下马，他的旧案之中有谋私亲夫一案，不知苏三因何牵连在一内，因此将人犯提到太原府审，稍事升堂就先审此案，正是一朝身荣耀，难忘旧恩情。乃此一事，门上哪位听事？做什么的？判令二位大人道。候着。是。判令二位大人道。有请。有请。有请二位大人。山头伯利之外，火草渐生，万民无不瞻仰。岂敢！大人取经路过几声，路过三声，在火池下马，洪洞县下马，可曾查得民情？也曾查看名词，我有谋私亲夫一案，不知连累多少好人在一内，有过咸鱼而不登。不错，有过咸鱼而不登。好过咸鱼而不登，大人圣堂先生哪一案？虽然先生谋私亲夫一案，大人圣堂司礼等一门伺候，请。来，有吩咐。有观察。
见。常见上堂。是。报常见告急。参见都天大人，公文呈上。公文一卷，当堂赐封。听殿。是。常家一命充公道。有。胡家一命充公道。有。都。常家是你，胡家又是你，一人甘当而已。分明是一刁棍，请刘大人用刑，设下去斩。起来！小人有话，我也曾回民，有话朝上回。是，小人身当下意，诸事乃长官所派。公文之上有小人名字，竟敢应声。我有小人名字，不敢应声。大人谅情。常见回民，其心可免。免。待反复。是。反复我走动。Thank you.
还是旧友，乃是旧病新发。大人有此过样，此案不审也罢。此案乃人命关天，焉有不审之理？大人真乃爱民如斯。爱民如斯，待反复啊。反复当面，反复你可有所状？有所状，臣是无。本院问你可有所状？应道有，叫你臣有说服，是何缘故啊？请刘大人用刑，来与我畅谈。好。反复站起带亮下去。是。反复壮志在此，二位大人请看。大人请看。如此待我看得来。这阵好天命冤事，是你等不知。我想反复在监中之时，判亲不亲，判故不故，呼天不应，与地亦无门。今日遇见你我，犹如白云见日一般，不约好天命冤事。
大人将这不差，待我往下看得来。这只蝼蚁草见身，死里等不知。我想那王知县好比一潭浑水，凡夫好比昆虫，像你我为官者好比春三二月萌芽出土，蝼蚁与草而得身，不越蝼蚁草见身。大人将这不差，待我往下观看。凡夫素三年方21岁，不幸坠落长门，不恨王八豹儿将凡夫埋于山西神岩岭危切，不想家有正妻皮氏，私通见身找案，谋使亲夫诬赖反夫，呈送当官王知县受贿1000两。好不胆大的王知县，胆敢受贿1000两？王知县回衙听陈，伯衙人等分散8本。王知县受贿门下自然不清。哼，依本院看来，分明是上户而下阴。啊，大人，父子孙亲不分，望大人原谅。此乃王知县之过，不与二位大人相干，亲夫为亲。哦，是是是是是是。向凡夫问臣私罪，望求俺院大人高悬民警，昭雪臣愿凡夫叩天，叩天。待反夫，待反夫啊！反夫当面，三日后临回问。是。反夫将状此请求，一一将上来，恩怨开火于你。是督天大人用兵。
何靠陈于堂春呐、请刘大人用心来与我看一场。好。Thank you.
带三百两纹银到他院中吃杯香茶休走，此公子可以算的是慷慨的很呐、倒也大方啊。想到什么慷慨大方，他往事门中不
心吃了个败家之子。哦，败家之子。哎，败家之子。我来问你，儿子的愿待有多少？呀，才有待多少？6000两银子，为道一年进行的花费，难道你那院中吃银子、穿银子不成吗？范夫有知晓。招吧，范夫他有知晓啊。怎么知道范夫他有知晓呢？这个啊，哦，范夫他公招的有知晓啊。如此我们要审他的知晓，审他的知晓，要问他的知晓，问他的知晓，审哪，审哪，问哪，问哪，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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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ye.
在你园中花费许多银钱，怎么数九寒天将他赶出园去？此乃保儿之过，与反复无干。耶，好个狠心的王八，狠毒的保儿，偏偏就遇见这倒霉的嫖客。啊啊，哼小娘，我来问你，他何曾去远？娘，公子一去了与唐春手抱银两前去探望亲人，他二人见面之时不顾肮脏，在深岸一下叙叙旧情，此里把他二人好友一逼。你作何来？黄伯属下服药请此话怎讲？苦中而取乐，苦中而取乐，我把他二人也有一笔。笔作何来呀？望乡台上自梦的此话怎讲？至死还在那里谈话？哎呀呀呀you
司回转援军，现在罗峰破前又被强人打枪，此公子倒也命苦啊。命不讲到什么命苦命不，这也是他做嫖客的下场头。下场头，哎，下场头。讲那公子之落得在长街逃犯，是里到想起一辈古人来了。哪辈古人？古人哪、啊、昔日镇丹之子名唤镇元和，在长街逃犯，到后来得中了状元，此公子、可以逼他的呀、啊、哎，将军的骨可以逼得的、像那镇元和乃是前辈老先生，那王公子他如何逼得逼不得、逼得的逼不得、逼得的逼不得、逼得的啊，大人啊，王大人是逼得就逼得呀。哦，王大人是逼得就逼得，好好，逼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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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王公子乃礼部堂上三世后人，只落得寻金手也，此公子倒也可怜呐、哎，可惨呐、讲到什么可怜可惨，分明是与他王室门中在那里大醉闲事啊啊！哼。讲我来问你，他可曾三世心愿？花费三万六千两银子，怎么倒落个乖带儿日子？哎呀，并非公子乖带，乃是凡夫所赠、你赠他多少？这霍爷之间有无天平等称，用手一握。不过三百余两。哎呀，且子，那万月寿礼殿用天平一对，果然是三百余两。哎呀，我那、大人，王法僧言容他招认。是啊，容他招认、哎呀，本官的旧病又发作了。此案呢，二位大人带身了吧。好，司仪们带身，打坐向前。是。凡夫，将你状子上行有异议速来，大人也好开脱你的私罪。
哎，你看王大人的病呐、啊，他又犯了。二位大人用笔。讲。
来探望于你呀。身在其内了，我们暂退看他是怎样的落案。请啊大人，是你等告退。二位大人请便。苏三啊，苏三，thank you.
我？向苏三一案，我在大人台前审问，必须要两情一儿、啊、要按律约条而乱。这个单凭大人严门。王金龙啊，王金龙，此案无你便罢，若是有你，难逃我刘秉义只手大圆满火。